我的手机呢？我的手机，我的手机怎么在这儿？对，现在就是9:12。Hello， 大家，这是今天的 OOTD， 还蛮腿短的，不过也没关系啦，我就是出去剪剪视频，也没有什么大事要做。这外套和里面这个高领的紫色的这个都是 Gucci 的那个，对，他们的新品嘛应该是。然后穿了路易飞鸟那条我非常喜欢的纱裙，然后穿了一个塔卡莎的袜子。都紫紫的，这是塔卡莎的兔子系列的包，对，拜拜。今天的天气有一点阴，今天的天气预报说是阵雨，不过其实这种天气还蛮好的，我觉得，就是这样子阴沉沉的，但是没有什么太阳，也不会特别热。想我出租车里面打电话。喂，你好。
会吃饭。那我现在就要出门了。就是我今天的 OOTD， 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因为我今天穿了个短裙，因为外面还看起来还蛮热的。然后为了怕冷，所以我就穿了个长袖。我这人好矛盾哦。然后我今天要带呢，要带我的电脑。小妹妹的回答好大胆，后生可畏，我要点开。这种都是标题党。大拇指大拇指反了另一只手。